国队当家球星姆巴佩和巴西球星内马尔两人从中场要来挑战投篮。只是两颗大面包，两人准度似乎有待加强。这博君一笑的影片让不少网友说，他们还是乖乖踢足球就好，因为接下来八强赛事已经近在眼前。Then England facing France, but it all starts Friday with Neymar and Brazil battling Croatia, then Messi and Argentina against the Dutch. 巴西球员们把握时间练习，因为备战两天，他们就要迎战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The South Americans last won the World Cup in 2002, and with a plethora of talent led by their star Neymar, Croatia's coach says that they are terrifying. 客国教练直言巴西难对付，但另一边，三狮军团英格兰和卫冕军法国的八强对决也让人很期待。法国队本届展现强大团队合作能力，球员场上更是好默契。先前十六强遇上波兰时，老将吉鲁一得分，姆巴佩立刻跳到他怀中，与他深情对望。仿佛电影剧照，两人深刻队友情也成为本届世足意外亮点之一。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